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是片尾曲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偶像剧，其实很好看，它叫做《前男友》，在台视播出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个偶像剧，然后还有这个原声带。那我自己个人的作品，当然也希望能够赶快和大家见面。然后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这，然后也谢谢就是喜欢我音乐的朋友。那希望下次还可以来，希望你们今天都开心，那希望今年大家都开心，龙年快乐。送给你们这首歌《前男友》的电视原声带片尾曲，我们说好了，掌声鼓励。
谢我们的小雨这样连续带来了四首好听的歌曲。那么在今天的整个七五点灯晚会仪式的最后呢，在